肾脏 NK2 Kit， 用导直管撑直导管，再穿入硬套管，并与导管接头锁紧，局部麻醉后，然后在穿刺处用手术刀划开皮肤，利用影像设备的导引，将21 gauge 导引穿刺针穿刺到剩余位置后，移走内针，确定导管位置，将内针接头松开，并将内针移走，穿入0.018引导钢丝到达剩余部位，引导钢丝不动下，将导引穿刺针沿着引导钢丝往后抽出，沿着引导钢丝导入6 French 同轴扩张管到达剩余部位，旋开同轴扩张管的硬套管，将同轴扩张管内中部扩张管及外部护套往前推至剩余部位，然后移除同轴扩张管内中部扩张管及硬套管部分，留下外部护套，再将0.035引导钢丝导入，将0.018引导钢丝抽离，将同轴扩张管外部护套沿0.035引导钢丝抽离，再用扩张管沿着引导钢丝由小到大逐步地将通道组织撑大，在影像设备的导引下，将导管沿着引导钢丝往前推送，当导管尖端进入剩余位置，确定导管位置，旋开硬套管接头，硬套管不动下，将导管往前推入引流位置，将硬套管与引导钢丝一并抽离，轻轻地将导管上的线拉紧，导管前端与引流位置形成 J 或猪尾巴形状，将多出的线绕好，将扣环扣于导管接头上扣住，握柄转掉，接上3通阀及引流带。